Hello。人就是巧克力在那个，不，那个团团就盖了一个像也是红色福特的东西，然后巧克力就跑到了留言、那个超级留言，凡凡帮我把团团家给炸了这样子。哦，我有看到，好像是看到有人的截图，所以最后炸吗？没有，当然不可能乱炸啊，炸了那个也是人，那是他的雷点嘛，就是他的作品被毁掉还是什么，一定都是雷点啊，就像啊， 就像我的图被人家擅自拿去。加什么加胡子啊，加什么东西的感觉啊？嗯，对啊，人家都付了87块嘞。那没关系，反正巧克力早晚会进来的。你说以来宾身份吗？对啊，那等他了。哦，好了，我开了。我们上次开是多久前？上个礼拜四、礼拜五、礼拜三、礼拜四，忘了。礼拜三忘了，不重要。重要，现在可以玩了。反正每次都是当新游戏在玩。嗯，加入游戏。嗯哼哼。嗯。耶！好打。鸟约陪玩的懒懒。早上起来，哎、欸，在吗？在吗 ？Hello，Hello，Hello。你知道为什么我听不到吗？那不就那个谁阿静的声音太大声。阿静啦，阿静哦，我刚刚听成阿静，因为我在剪片啊。嗯，没事，剪很快的。好了，开始喽，0.0嘞。哦，这怎么玩？这游戏怎么玩？现在我们现在哪？我们玩到哪里？先招一招，等一下，弄一下。你的鱼还是小的哦，大声哦，弄一下。声音。我们玩到哪里哦？我们要去神殿，还是啊？我们那天是在打那个啦 ，Halloween 那边，万圣节那边。对，好卡，他没打完。对啊，要先打。然后我就想睡了。对。好啊。那时候你就说很烦，我说哈，想睡了。嗯。嗨，佩林。我们是缺什么了？他是佩林，不是林佩哦。他是佩林，有两个林佩跟一个佩林。你就说我认识的那个林佩，再加另外一个林佩吗？对，我们认识的那个林佩。好多银配了，对啊，等一下卡片哦。你要上班了，没关系，他可以挂台啊。那上班辛苦喽。哎、欸，你是缺什么还没打？所有。不是所有啊，我记得这一区应该是先打完的吗？嗯，跳跳南瓜打过，其他然后幽灵打过，其他还没。嗯。早安，早安，来一早安。等一下，我想把技能改为。哭啊！你等下保护我。不要。哭啊！怎么改位置啊？那个啊，在那个。快捷栏那边。嗯，我想把改成 C。B B。好。我没了，靠，我还喝。Go go go！宠物的攻击力好像取决于你的武器耶，不是不是魔法，是魔法攻击力吗？对呀，真的假的？他血啦，哪里有血？
哦，你都没有好好的仔细在看、哦。我真的没有，对不起，所以我需要一个人陪我玩。来哪里？哎，这边。你好，哎、欸，那个我被打了。你先上来，你先上来，你先上来。等等等，上来。哇，你瞬间移动，萌萌。我想。你是说宠物还是召唤物、啊？召唤物。婉欣可不可以说广东话？我不会讲。这里。嗯。有没有看到那个角色等级和魔法和角色的魔法攻击有关？哇哦！那所以，我还是要换装备呢。法师装，然后替换法杖。好，我去试试看了。可以啊。最大只的雪人血量有346，你的一样烂啊。而且他会有一个猛击，他会往前冲刺。耶、yeah, ，老鸡早安！老鸡安安，我这边两朵花，我被 play 了，我被捆绑了，加油！加油！加个头啊！我喝个水。他们昨天，哎、欸，卡片。你中了！我中哟，好快哦！哎、欸，单人玩的时候，其实卡片好容易得哦。真假的？嗯。你挂一挂就有了。对，就是没有像那时候玩兔子跟史莱姆还有蜜蜂，我大概也是打个几只就掉了。怎么可能？你运气好吧？太容易了吧！我那时候是只打个五六只掉，我想，为什么这么快？你运气太好了吧 ，lucky girl。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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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红圣光这边剩这个，拿灯笼的蓝光没有可以。我也还没拿到。有卡片，耶！你看，明明就是你，那么幸运！我的天哪，我们那天打多久？哪有？哪没有？嗨，新楼，嗨，雪雪。那我还差花花的跟飞天灯笼。嗯，那我也是哎、欸，我差灯笼。对啊，你花花有了。有吗？你现在打一只，你的召唤物打一只多少伤害？哦，我不确定哎。我看一下哦，76。76是我的吧？哎、欸，是啊。我离远一点。看一下哦，对啊，75啊。哦，我的100多，好。我算你突然换了。我换法师装啊。啊！被挡住了，我被洗啊！被洗，你是被洗的。我被洗啊！举盾，嘿嘿，对啦。洗，被洗花。啊，所以老君，你们昨天为什么东莞打过了？嘿。哦，大腿突然很痒。哇！我喝个水。像米老鼠。起来啊！继续睡嘞，
我想想，难怪这个游戏不能用手把。为什么？技能超多的、欸。哦，对吼。不然真的用手把是比较好玩、欸，顶多推类比吧。把东王引到龙旁，龙吟旁边。哦，对吼。我那时候是刚刚讲说，你们通通带去砍木头，因为、因为东王打掉木头的话，有机会出那个大树精跟中树精。可恶，你们玩东西大没？我没办法玩。啊，没什么。啊？想玩是不是？啊、想玩呐、啊？那改很多哎、欸，我们昨天也是找不到农场，他农场有更新。农场是什么？以前不是可以种田吗？嗯，可以。他、啊、现在不能种田。你拿到卡片了？我没有啊。哎、欸，啊、看错了，我以为是卡片。可以种田哦，那时候都没有体验到种田。没有，以前的种田就是你拿鸟的种子撒在那个农场上面，就随机有东西给你啊。嗯。啊，可是昨天他们找不到田啊。我也找不到田，配置改掉了。嗯，因为他有一次更新了一只植物人的角色，他是植物人的角色，就是跟农田有关。嗯哼，懂了。不然等跨年，不是跨年烤鸭吗？琐碎啊，你可以玩东西打。琐碎玩东西打，酷哦，好不、哦？然后就看到有一个低能，真的是从来不会离开冰箱跟锅子的。哎、欸，我觉得这样很好哎、欸，就回家有食物吃。所以是跟他干啊。一种妈妈的感觉。没错，而且他是玩那个 mod 的那个立刻。就是来自深渊的利可、利可他有一个锅，独特的锅子，就他自己能用，他可以做一个叫利可爆弹的，他只要一点点材料就可以做出跟大锅、大肉锅一样的效果的东西。酷哎、欸！嗯，那就是完全一样效果吗？还是有什么差别？你就吃的比较饱啊。我是妈超废的，我分享连结，对啊，一早就要看天竺鼠车车啊，有啊，要跟大家共享欢乐。哦。这么多花都不给我一张卡片，贪心的人。现在可能要 CPR 我了。No。为什么 ？Why？ 因为我要把它洗。我们互相 CPR。太难了。那我直接离开，你等我。举灯。哎、欸，按错了。我按太死了。变成一颗。耶、yeah.。我在想要互相 CP 啊，那就是两个人躺在地上嘴对嘴就好，对不对？根本没有力气起来了。我说，请问这两个人的死因是什么？缺氧吧。这已经缺氧了，直接死亡。啊、哦！怎么都打不到卡片，我发疯。我只是个法师。法师要够坦啊，干什么？哭哭啊！下面，哎、欸，不要干嘛？不要！要干嘛？猫咪啦！我知道啊。你吃。
个，哎呦，跑过去接，有没有看到？我要被戏啊！你这样，我想点一个，哎、欸，右下，来下面吃。右下，好，你想点什么？有回复吗？没有回复，就回护盾的。哎呀，我那个就很像杂力啊，但它只能挡一次的泡泡。哦，我知道那个原本想点。可是他真的就只能挡一下、啊。我来了！不是，是啊，不是啊。啊，金柱刚刚踩到我耳机线，然后我的耳机歪掉了。哦，你先弄吧。你先弄。啊！你交给我。救命哦！好了。交给我。死因互相躲空气。互相躲空气。哦，喝水。我在旁边喝。啊！我打！没有，什么都没了，你都这样。哎、欸，我有喝水，我要，想叫我多装你的空气。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已经不讲这个词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不知道哎、欸。你好意思？我那时候想到你需要吗？然后想要走开给你，求死需要。死因渴死，死因没有人给你补包。看他的脸，一股含怨而死，估计是还有一口怨气在。哎、欸，你怎么都没有补包了？哎、欸，不能死掉、欸！哎，不能死掉、欸！哎，在干什么？我死掉大不了就从你那边分一点空气过来啊！我不会分给你的，我直接全部夺走。看，哎、欸，被戏啊！哎、欸，被戏啊！我真的快死了！你在干什么？我干什么？哎、欸，有一颗，快去！两颗。我在干什么东西？臭南瓜！我想说你又在骂我啊！你就不要给我死，妈的！按错了。我觉得我们前期还是改把那水改成普通的水好了，对不对？啊！快去吃！你怎么每次看到你血都是这么满啊？我羡慕你、啊。我也不知道哎、欸，我很会吃啊，跟我一样胖。干什么？妈的！哦，我压力太大了，在骂脏话。去吃！现在这个是苗约陪玩小姐姐，去吃那个请心陪玩，时薪是1000块这样，太赚了吧？啊，给我钱哦！之前他们也是跟我讲说，哎、欸，繁星总去做陪玩，我说陪玩屁呀、啊！你是有看过陪玩的人在凶那个雇主哦？哎、欸，我觉得是有一些人有这个倾向，你知道吗？我觉得很适合、欸，哎，就是。嗯、M 啊会特别喜欢粉末安安，干白痴啊！你们不要再骂，不要让他骂脏话喽，出卡片哦。不是，他们可能就是想要被骂啊。我，哎、欸，我发现我的同事都很爱。嗯，被骂，诅咒客人哦。哎、欸，真的，如果我过去吃的话，会被骂、啊。会啊，我被我骂、啊。骂屁呀、啊！他跑来吃什么拉面？哦，我的锅！我天哪！我的锅！我的锅！哎，我要死掉了！我来了，我来分享空气了，空气清净机。哎，结果你血条好像比我低一点点。
没事啦，那个，我要当中央空调。你要当臭暖男。暖男。暖男，软男。吃喽。啊，那也拢无，都要升级了。哟，哇，你是预言家，就看看你的左上角。老鸡说：“我去吃懒懒会，哎、欸，还是我去吃懒懒会骂团结哦。”我去吃懒懒，我的天哪、啊！我跟小鱼说，没有啦，他没有爆号，不要点符号有重要性。我说老鸡啊，我要去跟小鱼说，你要去吃懒懒，天哪、啊！是我看错了，老鸡对不起、啊。哦，你可以去啊，你可以吃啊，然后我就骂反省，都是你啦，乱讲话，骂屁呀、啊！哎、欸，你带我下去吃，拜托。啊，要投诉这间店的男性员工什么之类的。哎呦，按，我以为是怪物，白痴哦、喔。你是不是还吃了？并没有，我们才直播21分钟。单手剑的可以点范围连击的技能是哪一个啊？我也想点连击技能。是你哦，你还够。我没有全部升完。没有，因为我现在你看一下我的魔力条，我剩32，而且有加了天赋魔力条。哎、欸，有了卡片。哎、欸、耶！哪一个？我拿到了弓。嗯，他的是那个魔法攻击增加15，还蛮多的、欸。这游戏叫啥？来，繁星。S E C R E T S of G R I N D E A。你没有听清楚，可以自己重播啊。啊、花花就是不给我哎、欸，可恶！嗯，你拿到南瓜了、喔，那个灯笼、喔。我拿到了，对啊。哦，那不错啊。你插花，我插灯笼。插花其实是很难的一个事情。欸、我会、欸。你是女孩子、啊。哭哦、喔。有修养的女孩子。哭哦、喔。没错，修养。我会包花束哎、欸。哇，修养。没被打过，修养，你知道讲一句话就是有修养的女孩，没错，你就是有修养的女孩子。妈的，干这样子！哎呦，我被洗牙啦！啊啦！我被洗牙啦！亚拉汉堡，大亚汉堡。亚拉奈嘎，布鲁塞。那繁星还会查到吗？查到不会啊，是那个我觉得查到蛮酷的、欸。那个就是怎么样？我是他、啊、原我是我那时候是念园艺的啊，那时候是记忆教育班是那个啊学园艺的啊。哦吼吼！哎、欸，上来哦、喔，上来有吃的哦、喔。这不是红血球吗？但那个火球飞的是蛮远的啦。安安，早上好。早安。我昨天也是那个十点后记录档传一传，我就睡着了。单手剑技能栏中间的就是。范围连击哦，我看一下哦。你看，单手技能，灵魂打击是不是？酷哎、欸，我还不去点起来看看，技能全送他。Q 啊！
我浪费了。嗯，定了。等一下来试试看。嗯，哦，酷哎、欸！我看，我看，来来来，坐下，来来。哎呦，没打到，我还不太会用。就是靠近它按下去就好，是不是？好像是。哦，我看到了。哦、oh! 哦、啊、我被绑到嗯啊嗯啊哦捆绑 play 你捆绑 play 哦、啊、我帮你我帮你我帮你他们好有一我还不太清楚我要怎么用没关系啊你练啊酷欸！玩线上游戏那种玩久了，都会想开始觉得哦，还是当奶妈好了。对啊，就想出家了。当奶妈好玩。打打杀杀打累了，真的就是想要出家，与世无争一点。而且回魔速度算快。没有哦。南瓜灯笼卡牌啊！那我的花嘞？等你，等你，等你。因为最近越来越有感觉啦，因为我就觉得最近玩那种王国之战跟揭秘，就 PVP 越来越弱了，就是累了，就是。打电竞的巅峰期已经过了，不适合打 PVP， 适合养老了。啊！哎、欸，没有，快去吃，快去吃。谁？你。没关系呀、啊。我不会救你的。你再说一次。我是不会救你的。再说一次。你要对我喊 Heroes Never Die， 先付钱，先解锁对你好的条件。我去死！我去死！我去死！不行！哎、欸，按错！哎、欸，你真的快死掉了！你到底有没有在吃红红的？嗯、快点啦！我看到。你快点，还有还有一颗！你在哪？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快点，还有一颗！你很棒！我的血又快没了。哇！你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子？我这个人怎样？连发的话伤害很大，对啊，我有感觉出来。什么连发？你说压制吗？没有没有，是对同一只攻击的话，像这样，哎、欸，死掉了，没有。我去重点填补一下，啊，看就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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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花钱了。好多好多花，好多花，好多花。来来来，我这边啊，没事没事，掉。点天赋喽。我来了，哇！好没事啊，没事，我来了，我来笑你了。哇！为什么听到苍蝇声音？
我点的、啊。哦哦哦，原来点了苍蝇。啊！我要少点一个啊，因为云跟雪人的害我的魔好少。什么都无，拜拜粉末，拜拜。啊，好烂哦！我再去点一次。我以为你在骂我烂哦。怎么可能？天哪！哦，懒懒。哦，烦。你真的太不了解我了，我要播广告。哦，你都拿我当借口哦。当借口。哎、欸，哦，这里。单手的技能有紫色的技能可以点，你建议哪一招？我跟他说，他、啊、不就是这个吗？多点单手剑的技能就好了，有武器近战就好了。那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拿到双手剑呢？植物大战僵尸，你要不要吃血？下面有一包。什么东西？我来了。你过来的时候还被打到一下。要不要去吃下面一大包？哦、慢慢吃，好啊，去吃。一顿。嗯。我吃掉了。你吃掉了。
要不要吃？没有。在中补包。可以的。笑啥？白痴！假叫，假叫吼，活该啦！假叫，应该啦，假叫，活该啦！台湾国语，活该啦，活该，活该啦！好，你该，好大啦！多花花居然打不到任何一张，太夸张了！夸张的吧？我去吃，谢谢哦。哎，不对，你要吃了吼？是什么？没事啊。不然等一下就补回来了，没事啊，不是我在补的啊。你知道种这、哦、种这个可以长出生命的补吗？是啊，假的，对不起。补啦，可恶，你都骗我。没有，反正你就把这些像不是啊，苹果东西丢地上，他们帮你打怪啊，他打一打就有东西出来了，你多棒啊！哦。他们也是蛮凶的啦，可是你需要一直按啊，这个是一直要召唤的东西，这是技能，不是召唤物。哦，对啊。谢谢哦，不客气哟、哦。谢谢哟、哦。后面还有哟，好哟哟。等下，形容你到底几只小号啊？每次看你这只账号，要么是1800、1500，
每次看到他都是几百几千订阅，可能快达标啦、啊。没有，那时候点进去看。那我要开一只小号，蓝蓝小号目标。哇塞，这个人好奇怪哦。然后再开个蓝蓝直播记录频道，啊，怎么里面没有东西？乱来。要叫麻了，单手技能中间的右边第一个技能高攻击速度。等一下，他现在有点忙。嗯，哦，看看，我去看看。都陪你看，我要看技能。单手技能来，我竟然拿中间右边第一个，那不是影分身吗？召唤一个或多个影分身，在攻击时额外少很伤害。还是指这个吧，就是指这个吧。是哦。丁安安，哇！你是丁安安，酷哦，你是丁。哦，我是不是要洗掉了？可恶！看你好，看你砍的好爽。哦。家里吃冰啊？不是吗？叫错了吗？他冰沙，对，不一样的人吗？是一样的，可是他叫冰沙啊，叫习，他其实叫看习惯了啊。好啦，道歉，哦、冰沙，哎，好不习惯，我的天，好啦，对不起，慢慢道歉哦、喔。啊，是补啦。原来我的影分身是属于召唤物哦、喔。所以说身边的那个东西吗？
就是你用过几次之后，它那个珠子就消失一个吗？我也不清楚哎、欸，珠子的话我不确定，可是影分身会一直在。我以为你要吃就浪费你了。凡青很可爱，所以没关系，对吧？哎、欸，你知道我那天不是拍个自拍照的吗？对啊。在下面回问号问号跟回是谁的时候，那些才是真心的朋友。妈，要么就是真的看过我的，要么就是就觉得说哇，这。就是最骗的啊，什么之类的。没有，我只是对你居然会发这张照片感到问号。没有，因为我就说嘛，我能看的地方就只有眼睛而已啊。啊，什么都好看啊。哦。哦。教主就是吧。哎，你也看过我啊。对啊，长得跟照片一模一样哎、欸。知道吗？你说那只兔子吗？没有，我说那后面的照片，那后面的人。哦哟，那个。卡片怎么那么难打啊？安安，天哪！打到都要升级了呢。看起来好爽哦，是不是要换一下？可是这样就不能有召唤物啊，因为要那个魔力，魔力，对吧？你没有看到我召唤物都收起来了？有，我也准备要收了。我想，打送呗，重点一下哈。蓝色都主动技能对不对啊？这我不是很确定啊。他按到你了，给我走开！我按到他们了啦，白痴哦！你是不是不给我吃？没错，快点还你一个了。怎么这样讲话？哦，是死的。住宿啊！你怎么能这样讲话啊？你是跟小鱼说繁星 PO 的照片好妩媚，妩媚。哦、我还跟你讲，我还有一张是咬嘴唇的，可是不行，露嘴巴的我不行。为什么啊？我为什么？露嘴巴不行，为什么？啊就，就他们就会无聊，就是把上面的图跟下面的图 PO 在 P 在一起，想骗我，你们就一定会这样干啊！很棒啊！
突然按。花的花牌是什么样的那个、啊、附加效果？你有现在看吗？好啊，你等我一下哦、喔。我买没戏啊。来这边吃，来左右下角吃。花的卡片效果，保护我。你别笑，你别笑。我小小看，真命珠回复量增加15%，哦，15%很多哎、欸。对啊，我刚刚想说，那不然我们先去打圣殿好了，神殿啊，不是圣殿。喝个水。嗯。我们血量有到40000多了，40000多，嗯，我40000多，那不是血量啊，钱，嗯，什么？不是我让你啊，不是我吗？啊，没有。那、啊、所以老居，你们昨天吃什么寿司？因为老居昨天生日。哦，老居生日快乐。好、哦，那天、嗯、啊，昨天也是说在东石大说做蛋糕给他吃。我说蛋糕，我想到就是怪物千层派，然后我就跑去打吃醋，做怪物千层派给他吃。用心养果。好危险啊！都沒，我还特别喝水。我跟你同时喝水。嗯，藏寿司哦，藏寿司不是最近有一个活动？我觉得，普通，蛮日常的。没有，想不到东西了。山姆安安，你去。
嘛？让嘛？升级了。我发现花这边会有固定三只花或一只花。对啊。哦哦。早安。NP。你看老君说什么？昨天有抽到一个兔级的钥匙圈 ，Joker 跟小鱼说很适合繁星。很丑啊！他们会这样讲，一定是很丑啊。是哦。对啊，他们都是这种人啊。他说傻爆眼，你才丑这样子。是法术。帮你，好好酷哦！怎样？怎样？直接酷哦！刚刚把影分分升一升，然后嘞，有两只在后面。
啊，我点掉了，不用召唤了。嗯，等下挂机再用。对啊，我也在想挂机再用吧。来偷打我！哦 ，H 的意思是单手跟双手。嗯。哦。那后面我才发现。你。我咋感觉我打的好不痛哦？快死了！为什么？还是你现在穿魔光装？没有啊。白痴，我用普攻在打啦。喝水啊，这边还渴哦。哦，会了会了会了，我会了会了。你好棒哦！帮你加吧。啊！
心累。不然打到十分，打不到我们就换。嗯哼。如何？看你了。不能硬接伤害，要闪。嗯，能闪我们当然会闪喽。我也不想受伤啊。对呀、啊。我的技术不够，真是不好意思。有那么强的话，骷髅也不会那么烂了。这场还打过了、啊？我死几次了？我死八十几次才过的、欸。你放了。这主要后面都是在那个啦，测试一些新的玩法，那就会一直死，一直死，一直死。喝个水哦。为什么都是我被绑住？拢无，你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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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好，要不要吃装甲包？要不要吃装甲包？这有装甲包，快吃！再帮你加加。我强化你了，送吧！耶、yeah, ，你好棒哦！还有这个啊，跟这个啊，我可以强化你就好，给你打吗？我也累了。哦。机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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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在生气那个花花。我知道。对。强化你了，送吧。独角兽安安，打两个小时嘞、欸，啊不对，打一个小时嘞、欸。啊，要不要休息？先解其他的。大概只能这样了。对，
他逼我们。好吧，好吧。我被 keep 放了，我站在这边，这边我感觉蛮安全的。我拿下耳机了，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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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死掉喽！给不给花？给不给卡片啊？干什么？嗯，当你不在，我被群化为友，以为我差点死了，差点。哦，你希望我死好棒！没有没有没有，我等你死了，我就赶快回来救你。你看打这么久还是没有。对啊。我家的猫也在。Oh no！ Oh no！Oh no！ 你在干嘛？为什么？为什么冰淇淋要说他要画我跟你？我没有干嘛、啊，我没有做什么事情啊！我的天哪、啊！我在打卡片啊！你们怎么了？不是你们怎么了？冰淇淋怎么了？讲话你，讲话你，讲话你！好了，我要发呆了。我在看冰淇淋为什么突然说要画我们呢？我没做什么啊。莎莎，你怎么了？莎莎，莎莎，莎莎呀！你看，我们家的猫都在抗议，不是我们家，那是我的，不是你的。关我屁事！莎莎呀！哦，你快睡着了，我们就去睡吧。你快睡着了，快去睡啊！对啊。健康的小孩就是想睡就睡，上课也照睡，那个叫嗜睡症。会不会其实花我有了？我看一下。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啦，因为我刚刚看你吃补包吃的比我少一点点。哎、欸，有嘞。干你你！哎、欸，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的耶。我记得你好像哎、欸、有啦，我有印象，你上次就有了啦。是吗？可是那时候我翻缸没有啊。是这样吗？哎、欸，
大过年的，不要让我骂脏话。你已经破缸喽。没事啦。好啦，我们走啦。圣殿在哪里？我还想说怎么打这么久。哦，好懒啦。先回去换水，先回去换什么换补水的。啊，我确，你确定吗？我确定啊。哦，不小心被71位观众发现了。哦，我刚刚想说，怎么这么久？该不会已经有了吧？哎，真的有哎。你要生气呀、啊！要不开心、啊。我要换装备了，装备没有，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已经升了两等，往好处想嘛，对不对？他填装速度是嫌慢，毕竟补血吧，15%、啊、就跟一颗球一样。行，弓箭手药水。这瓶药水会让你咳出4支箭，用咳的。我的历史老师告诉我们，曾经有学长骗他有4岁生，然后在上课都在睡觉，在发现自己被骗后，历史上一定的啊，白痴哦、喔。好，好，什么好？这名字好可爱哦、喔，他的名字啊，好。谁？就那个、啊、你刚念那一句有言的那个人、啊。好。好。啊，人家速度超慢呢、欸。对啊，他写慢呢、啊。他不是慢，是超慢。哦，原来原本这样就好哎、欸，好，你好，好，因为 Google 会相反啊，像你会变成新版这样子。哎、欸，你有没有封针？蜜蜂的针，你把它点开，它可以做一个单手武器。我知道。你又知道了、哦。啊，这边那个，好啊，你都知道了，酷啊。记得是哪边可以看到这个合成全部，你可以看你身上有什么可以做的药水那个 哦，好酷啊！一顿。而且它蛮贴心的，就是会那个会显示说有什么东西可以做的，会显示在右上角，你知道吗？知道。像皮帽，你看我这个皮帽，嗯，皮帽右上角不是有一个点？哦，就是一个单子，书、哦、嗯，书啊这样子，就比如说它是一个材料，嗯，那在商店有看到的话，你可以买它，然后它就会在你的背包里面出现，它可以做什么的材料这样。哦、oh, ，你怎么不知道？没有啊，他蛮明了的。没有哎、欸，哪有哪没有？兔兔，
对啊，帽不是，他是那个啦，南方四剑客那个啦，凯子的那个帽。哦。猫咪，猫咪，猫咪，抱歉啊，我觉得好也不错啊，那 A 好也不错啊。你把我推走、哦、对，哇哇，哇 ，A 好还不错、啊。哦，嗯，蓝色花瓣我这么少、啊，蓝色花瓣，给我一些蓝色花瓣嘛，嗯。啊？你要做什么？要几个？头饰。我差七个。你还有几个？我有吗？你没有蓝色花瓣吗？你现在才看我的？嗯。刚分享新专的哦、喔。嗯。布片，哪个啊？色花瓣。那我们蓝色是这个，但，没有、欸，七个。那是，嗯。那个是打这个花吧？哦。就那个啊，我们那时候打很久的花，没有打很久啊。哦，对吼，是另外一个花。对啊，万圣节的是紫色花瓣。那、啊、这个要换那个了吧？也还好、欸，不用换、欸。啊，没有掉保药水，爆掉。不然有时间再来打哦、啊，就挂着打可以。哦，走了。嗯哼，没事，看一下而已。好的。嗯嗯，什么？跑错地方。哦，水晶碎片呢？解谜喽！酷哦！偷笑，嗯嗯继续按。饺子们，九六，哦，就刚刚的。要左边还有边、啊？我们飞起来了。嗯，右边。哦，好烫啊！可恶！
下来了，下来了。哦，可以下来哦。哟，先打他个吧。干嘛啦？这个打个，有没有看到传送门？嗯哼。还有字号，不会动哎、欸，有没有上来？就还没有触发吧？啊，后面会有技能吧？还是什么东西才能用的？我想死。他有卡片吗？我好棒、喔！没错，有吧？嗯。啊！哇塞！有的挂了，太好玩了，这游戏。二费，解谜解谜。打妹打妹打妹有完美防御，击中之前用盾击掌就可以一次完美防御哦，这个我知道，来吧，交给你了。我好难哦，瞬间哦，对对对对对，没有哎、欸，要换我是不是？欸好像是哎、欸，四个人哦。哦，一次就中，你看到没有？哪有？刚刚其实也中了，只是你没有发现。你靠，我是真的没看到啦。喵喵喵喵。啾啾啾啾啾。战斗模式。魔女杀哎。我要强化你喽，你去打哦、喔。解散啦！啊、这是魔女杀是不是啊？看，我打一下就死了哎、欸！我在强化，完了，完了，被问号了。哇，消炎安安、哦，可以了，可以了，我们可以相位冲击了。咻，拿回去，没被骗呢、欸，好无聊、哦。妈。嗯嗯，安安，你是新粉，新粉棒哦！安安，记得订阅懒懒哦。没有。什么时候开台？300万吧。安安，300万什么啦？你钱怎么越来越夸张了啦？没有啊，我说300万订阅吧。那我以后不开台了，我说我要300万订阅。不行不行，你不一样。这是你的工作，白痴哦、喔！你不要说300万了好不好？你有10000个观众，你就可以在家赚钱了好不好？嗯，我没关系，我不希望他们看到一些不好看的影片，比如说杜芬苏斯的那个吗？钱都是钱。哎呦！吓我跳！哇！大嘴鸟，大嘴鸟，大嘴雀！哈喽！哇哦！那
还有东西啊？有吧？嗯。那不能过去吗？哦。拜托，不要订阅我，真的，我们只是订阅了一个空账号。哎、欸，你怎么跟当时讲的不一样？说好的会开台咧。我什么时候说好有没有录音？没有嘛，对不对？啊，这个人真的是。你去吃水，你去吃水。不要，不要。吃水，吃水饺。哦，莎莎，你不能这样说话、啊。这个人当时就是说，我就说，哎、欸，你有没有兴趣开台？他说是有一点点，我就帮他了，来帮他处理，帮你弄 OBS 那天，哇，我的天哪、啊，你真的是，一点点。你看 ，no， 把你打跟他的叫声一样，啾啾啾啾。没了，你这样我好难过。哎、欸，跳不过去哦，不要难过、哦。坚持大概20秒，是哦，这么久。等一下，我手有点痒，喝个水。你怎么还在拿萝卜剑？你不拿锋刺哦，锋刺比较痛，不是吗？我不知道哎、欸。真的哎、欸，啊，酷哎、欸，这是什么？哎、欸，迷喽！啊，要先去弄那个，来来来来来，教你怎么用，懂吗？你有看懂吗？没有。好。哦，是要用这个去打他吗？像我们一开始先过来这边，对不对？拿东西，啊、我死了。哦、弹过去会往上。你帮我移动一下下面那个，对对对对。这个。啊，你看我下来了，然后死了。那就是这个会弹到旁边去吗？等一下哦。这弹回来要干嘛？弹回来什么意思？很有意义啊！有啊，有啊，有啊！你把那个右下角镜子往上移，往上。对，右下角那个镜子往上移，然后把你这个往上。然后我过去，我过去，我过去，这样子，往上。哦，是那个。然后这个往这边。对不起，我是在这里。他这个不是就是往这边吗？所以、啊、先回来，先回来，先回来。哦，好，我想一下啊、开始，给你玩。他不能移出来，对不对？这可以这样子啦。那就这样子就好啦，对啊。那这样打到会打到这边，对不对？所以他要站在哪里安全？站在哪里安全？等一下、喔，所以要站在这里才对。不要让他想办法站在那个箭头上。那就这个一定会移动。等一下，等一下，帮我啊！你说移过去交换位置，你是不是有障碍？
我不知道，让它卡不进去。我想，你在干嘛？看我会不会这样一直反弹反弹反弹？让我看看，你过不去了、啊。这会怎样？啊？是啊。然后啊，对吼。对啊。坐下、哦。要、哦、回来。你知道这样对不对？那这样子好像也没办法哦。我弹到上面。哦，来来来，你过去过去过去，好了，结束了。酷哦，酷哦！它这样反弹点到底是怎么算的？干嘛？我回不去了哦，啊、可以回不去。看一下哦，哦，它是往下，然后这个会是往上，嗯。我要想，嗯，好吧，之后还会有这样的关卡吗？一直都有啊。那我想看一下。应该是看不懂。那我没有看不懂，我看懂了。好了。对啊，我之前是从凸起转 YT 的，所以真的要讲的话，我开始开台是五年多了、欸，五年六年。所以你这样要真的要比的话，你比不完。比什么？就订阅我、支持我这样子啊！我让那场认识我最久的就是现在陪我玩的这一位、欸。那认识最久不是订阅最久啊？啊，那、啊、你不支持我？怎么办？没钥匙了。不要回去用。嗯。镜子怎样？下面左右交换镜子。我们过了，我们延迟很久吼。但盾牌不能用啊！盾牌是干嘛的？这是什么？哎呦，我回不去了。你倒过来。好，怎样？钥匙在外面，捡到了，你没看到，对不起。我知道钥匙在这边啊。哇，好厉害了！好，走吧。你都知道哎、欸，刚好看到啊，它不就显示在那边？哦，干什么？写的人是我哎、欸，抱歉。门上有几个小键盘，有二个人不是几个。我们他说门上有个小键盘，可以输入四位数字。哦，看喽。519吗？为什么会觉得是519？太大。
反正哎、欸、没有啊，它只有一二三四四个字不是吗？所以就是二四零二。哎、欸，好像是哎、欸，二四零二哎。为什么是二四零？为什么是四一三三？为什么？有没有零哎、欸，白痴哦、喔。不是啊。不是什么？你试过什么？四一三三。你是巧查理什么东西？他是说从别人那边影片看的吧？可是他订阅你好久了，一段时间了。公司一三三，就四一三三不是啊？你刚刚没有按到啊？我有，你刚刚按到二哎、欸啊？我那是第二次按的啊，是一三，对啊，不然你自己按一次看看。对耶，被骗了。怎样？嗯，不太可能啊。嗯，多少？哇，乱四一一三。我想说他是不是手抖按错，可是我不知道原因啊，为什么？门票。下个月你的兔包就会变色了，变棒色。我也想要有拥有一张床。你没有吗？我希望在上班可以睡觉。走吧，这边就这样、喔。你拿到了什么？我拿到什么？我一个船票吧。你吃掉了大树枝，乌龟，我不然丢掉的。哦，船票，妮塔的船票，走吧，不对，走错了。我晚上要吃无骨鸡。嗯。什么？就是有人寄那个，就是一包五谷鸡汤那种。哦，就很像年菜礼盒那种。对对对，这个为什么不能拿、啊？因为看到这边有个树。哪里？什么树？那个。我们之后有那个可以让它变大的东西再回来，要记得哦。我听到。树哦。对呀。好吧，对不起。他放屁！臭鸟鸟！嗯？怎么了？我这里、啊。我去。哦，那为什么刚刚要下去啊？固定要下去的。补的真的是很慢耶。对，按错了。会员分级什么？分什么会员？哎、啊，你上次不是答应我说不要有一些影战宣言吗？那影的什么战？不是影战，就是一些炫耀还是比较的一些想法。哪一种？之前呢、啊？之前就有，我订阅了谁谁谁谁谁，有一些谁谁谁谁谁的 DC 群之类的。嗯、啊。Oh.也不是引战啊，就是有些人觉得这些没有意义，PO出来啊。
嗯，然后就是觉得没人理他，然后就一直问问东问西，问到有人已经出来讲话了。早安，早安，早安！人类的参与是会是我的救星，哇！打 boss 喽！他一定没想到我们在那边农的等级这么高，对。想不到吧？哎，为什么？我为什么？哦，啊！哭啊！你为什么被打到？哦，你就不要被打到。不是不是，我刚刚没有注意到你那边有什么东西。他怎么都针对我啦？我要过去找你了，妈的，气死！有啦，我刚刚跟那个人一起，故意跟着你一起受伤，有没有？啊，掉了一个绿绿的。啊，我能说脏话吗？我当时以为本来这是人后面才打到的，原来他那么前面就开始在打他。去了，碾压。嗯。有魔城，走这里。喝个水，等一下。你怎么今天这么喝啊？对耶。嗯。你以前超爱喝水的，可是最近都好想停在喝水。应该没事啊，没空啊。没空喝水。真的、啊。嗯。都喝饮料。没有。也不是这里啊。饮料是一定要喝的。哦，他好像是捡东西。嗯，大概是我们的屋子吧。哇、哦，好便宜哟、哦！好的。他希望我有这么多钱哦。嗯。嗯。啊，又是你。垃圾。所以我们是要去追他，还是？王八蛋，可恶！贱人，跑这么快、欸！妈的，射不到他，骗人啊！那故意的吧？
我老他，我他，我从这边躲。啊，抓到你了！哎、欸，我把他弹开。哦，好像要去一个豪宅了。他家的样子。嗯。那垃圾。哎呦！好戏，气死！好戏，夸张。兰兰，我强化你了，送吧。北西啊！我是强化你了啊！我靠，我没魔啦！强化不用磨的哦，空手打他。爽哦，说话啊，爽哦。好吧，走吧。好爽啊、哦！哎、欸，又睡了。我有精神好。表示说又，为什么他的画风特别不一样、啊？奇怪啊！嗯，然后你刚吃完了。要去南瓜森林。嗯。哦，第二瓶药水了，等下第二罐水了。啊，难怪我当时选择不拿水，因为它满了。对。我广告。平静安安，来看一下宋森有没有流星雨。南瓜森林。你第二罐水要带什么？哦，是要打完才有。对啊，然后去拿样本。第二罐水哦，可能就是回魔的吧。那要不要先去还任务？我在上面啊，在等你。你在上面哦，你也跑太快了。你太慢了吧，松了，松了。我家今天有流星雨，睡啦！你有水瓶座流星雨，棒。等我更新，往右边走，对对对对对。哦，你好棒哦，棒！我们可以打史莱姆了，我们可以去血池了，要不要？为什么？我们上次不是被史莱姆打到那个吗？打到昏头。其实还好，不是吗？因为他有分 S 级啊，我们那时候好像打等级比较低啊。哦、没有，那是因为我们有受伤。对啊，晚上会啊，我在群组再讲一下。哦，这个画风也是很奇怪的。嗯。
我在想，如果你那刚刚没有检查的话，我们现在是不是还在南瓜森林打那个？嗯，打到最后，然后移开了。不是这个、哦，那后面外面的，我那个在啊、笑声那么像男生。咦，你不换个盾牌哦？嗯，忘记了。嗯啊，哪个盾牌？哪个盾牌？要不要先过来？为什么？我去打死莱姆。不是这边啊，竞技场啊。啊！你在笑我？没有啊，我在想说，那边有什么？哦，那个小人好可爱哦。听好了，这个窗口可以传授一些技巧。你先买盾牌、啊。盾牌在哪？防具店啊。问。防具店在哪？哦，那个。武器店。
那你先逛，我去拿肥宅快乐水。好，好，哇！好了，我跑了，我跑了，我听不到了。哦，天哪，夸张！今年都是兔子，哈哈，也太直接了吧！在偷骂我？没有，我在看那个。永丰说：“精灵都是兔子。”对啊，这很过分。嗨，韩文。繁星星酷，哇！我能啊。他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吗？没有。哎、欸、哎、欸，好好喝的。我记得不是这里啊，不是吗？不是啊。博物馆啊，可是刚刚是主线的问题，所以才进不去吧？好像也是哦。哎、欸，对，真的是哎。哇，你是神吧？讨厌花花了！哦，我受伤了、哦。哎、欸，什么东西？哦，蜜蜂。我最讨厌小幽灵。那漂浮泡泡有点烦哦，万岁！史莱姆姆，等待其他玩家，其他玩家。你要一直犄角怪跟我讲啊？啊，我不知道哎、欸。哇！靠！有犄角它加速。又打倒一只，吃什么 ？MM 吗？哎 ，B 耶，更烂了哦。没有啊，我们原本是 B 耶。没有，我们原本就是 A 吧？没有，是 B 是吗 ？B 好吧，那要怎样才会不受伤？好难啊！用魔法、啊？不是啊，我已经尽量不受伤了。蛋壳帽。
要打是不是？没有，我在想说要怎么看分数。可以看我画面啊，因为如果上次是低的话，我就拿蛋壳帽了、啊。哦，你看，原本这边是写 B， S 有600，所以要打到下一个了吗？嗯。A 现在只有300哦、oh ，没有，他是说那个对，然后如果再砸下面这个加起来有600的话，就有那个帽子。哦、oh ，对吧？红色史莱姆，要试试看吗？啊，可以啊。哦，好像草莓果酱、欸，好硬哦。讲话你，他是不是吃不到啊？是的，哟。快死啊！哦，啊！我要被他压死了！我要变胖胖了！你知道那个吗？猫的包里面，我知道啊，喝的那一只、啊、有一只胖胖，然后他不是也被关在果冻里面？对啊，以为他死掉了不是吗？不要！哦，回去追他！好甜哦！我都快死了、欸，啊！再见，快过来！不要哭，快过来！哎、欸，他是不是在打我？他会吗？不会。你有没有要过来啦？我其实也不好过去啊。你也会被甜是不是？对啊。乖乖一点，过来一点好了。哎、欸，现在整个场地都是那个嘞。你确定还要救吗？你有没有过？我在这里啊！我在这里啊！赶快，赶快，赶快，先快！这么好黏哦、喔。你复活啦！啊！被气要喝水一下啦！太黏了！我原来黏液会消失哦、喔。要三下，好。不要啊！嗯，汤啊！哦不！哦，换我死，换我死！你不要走，等等，你先走那边，走那边，我们这边。我在走啊，我在努力啊！我感受到，你不要动哦，你动就没了。不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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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动。定管！可以啦，可以啦，可以啦，他跳三下就停了。喝水，喝水，喝水。死后好像可以喝水。有 CD 耶、欸，我刚刚复活的时候就被 CD 了。Fuck you！ 好不。快走！停！哎呦！下面！你怎么又死了？还是没复活到？我没复活到，我没复活到。
天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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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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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动！不动！不动啊！不动不行！哎呦！哎呦！哎呦！快动！你快动！来来来这边！来这边！来这边！啊！来呀！来啦！啊！被碰到了！走到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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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笑！喝水！哦吼吼！哦吼！要倒了哟，没倒哦。我看警报，酷哦！嘻嘻，哈哈。啊！四分多钟，要五分钟。啊，至少没死啊。要不然先休息，下午再开。你要休息了吗？两个小时喽。哎、欸，你可以播广告啊！我们刚打完网，欢迎下来。哦，倒的不是他们，倒的是 Sam 哟。鱿鱼一百分。还可以再玩一下啊，怎么样？好啊，不然酷欸，竟然在开台，要关了欸，捷云。捷云，我们还有个任务是什么？金银村路口跟南瓜，那是主线。南瓜森林，那南瓜我们去拿水吧。好吧，我飞过去了。捷云有吃过乌鱼子吗？应该有吧，一定吃过啊，除非不吃海鲜。我发现了一片草丛，案例可以用。哦，好聪明哦！他不讲我都不知道哎、欸。不哎、欸。他闭嘴吧！哇，可以打哎、欸，好酷、哦！好强哦！我刚刚怎么都没发现？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啊对了。啊对对是这样。对对对。好酷哦！捷云不哭哦，这是一只怪物，与木桶没什么不同。拿水是要怎么拿？我看。拿什么水？去找那个雷米迪哦。雷米迪在哪？不是啊，我下吧。你正在煎乌鱼子，我的天！乌鱼子要用高粱酒才好吃。不是对、欸，不是吗？不是那个雪神吗？是这里吗？哎、欸，好像不是。因为我们昨天在聊乌鱼子的话题，就 FB 上面满满都是乌鱼子的广告了。你竟然是这样子，把他引过来撞我、！Sorry， 不要订阅我，拜托，我拜托你们不要这样。这里吗？那是他吧？是吗？你叫什么名字？不是啊，不是，你叫左教。这是一个 NPC， 你可以跟他们互动。我的天！等下任务是按 tape 对不对？雷米与雷米没有，请订阅冰沙，拜托。请保护雷米。雷米迪不会是入口吧？白痴哦、喔！那是我可怜哦。趁观台前问一下，繁星建议画你的时候留言 tag 你吗？我 tag 他几次了 ，tag 啊，大家都 OK 啦，对啊 ，tag 爆，就算你不 tag 也是会有人标记啊。
配吧？他不是啊，他叫糖糖吧？他是糖糖啊！快快打爆一个箱子！好的，我打了，你开心吗？你开心吗？不一定要高粱啊，对啊，可是我觉得高粱比较香，艾灸吧。哎呦啦，找到了他这儿，这个人哦，走吧，保护他。我们要保护他，我们要保护他两次。心配，哦呦，你在推我哎、欸。哎、欸。多么罕见的蘑菇，强化你的领悟，使我的全部。不要，你们不要这样，请订阅那个冰淇淋星球的奶油妹妹上，好长哦。他真的是我行我素哎、欸！吃屁！吃什么 ？MM 啊？怎么那么多 MM？ 上次只吃一包而已哦，现在买现在两个特价，还是一样贵啊？哦，四包100块。哎、欸，那你的比较便宜。是哦，不，你的比较贵嘿。是哦，不知道哎、欸，不是一包25吗？一包30几块哦。没有啊，四包100块，不是一包25哦。好好不要啦，冰沙你够喽。你这样子，我也要送你可爱萌哦。你知道一来就是莎莎可爱萌哦，紫色的南瓜。给、欸、他受伤了啦，没关系啊，就是有一些人就是要跌跌撞撞才会成长。你知道他为什么受伤吗？刚刚有一颗火球飞来，知道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他现在被打了哦，看哦看你，他就是为了研究而牺牲生命的那种人啊，不怕，这种人就是不保护自己。等一下，幽灵为什么会在这边？你是说你们认识那个幽灵？不是不是不是，是刚刚那个会笑的那一只幽灵。我们认识那个应该也是会笑的啦。那我们直接这样走吧。只用船、MM、很便宜吧？哪有？哎、欸，现在30几块钱了哎、欸！我的天啊，那就是有钱人的说法，你看。你看。哇塞！你怎么这样？觉得你好坏哦、喔！冰沙才可爱哇！过来！不要！滚！不要！说拜托！拜托！好，我来了。冰糕贵了。可可可可！他就想，我记得他好像从此之后都变这样子，变南瓜哦。嗯。跑喽！哎呀，南瓜了，我不是选药水了。我们来选南瓜喽。那他之后应该还会变成人吧？不然就是会说话吧。飞机模式下，装填较慢。对啊，乌鱼子不能吃太多，太咸了。对啊，可是好吃，我都喜欢含着。哇，教主 MM 呢、欸？好好送我一包，教主。嗯，我靠，你不是要寄给我？对啊，被我吃掉了，都吃光了，我真的超傻眼的。哎、欸，只有4包啦，其实我寄的东西已经是蛮多的。
我妈是不是？然后就说你在吃什么？没有，就是他给你的那一箱里面再拿一包饼干出来吃。哎、欸，没有没有，自己其实额外有买。哦。好啦，休息啦。好吧，感谢今晚收看，不是今天下午，是今天早上收看，我们下午再见啦。哎、欸，大家几点有空？好，我不知道哎、欸。啊